隋唐和杨佑宁主演的偶像剧《爱的生存之道》上周上映，虽然首集收视平平，但却好评异常。16日，剧中四位女主角举行姐妹淘茶会，四人大方秀美腿。在剧中，隋唐尺度大开，穿上黑色性感小裤裤示人，牺牲颇大，不过也确实成功吸引了众人的注意。没有想到，但的确有特别为了这场戏精心挑选小裤裤，因为觉得说他要上镜头，所以还是要让他漂亮一些。我就会觉得很心疼嘞，因为他那个裤子很高叉哎，要给人家看吗？这样子，对，就会一直很担心他会走光或什么的。不过众人透露，这还不算最大的尺度，以后剧中还会有更加劲爆的场面，让隋唐一度羞到不行。我那天都没有穿，没有穿那个正常的衣服，也没有穿小可爱，都没有，完全都是空的，背后是空的，因为他要拍到你的背后是在做 SPA， 所以基本上我们就是感觉说啊，反正堂堂都露了，那我也没话说。马上就要过生日的隋唐现场获送生日蛋糕许愿庆生，不过对于生日愿望却保密到底，显然是与感情生活有关。东星娱乐整理报道。